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，欢迎回来，行尸走肉死城，我们又回来啦，今天是第二集，那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继续开始我们接下来的任务吧。好，那上一集呢，我们成功的直接过到第十三天了，然后呢，我们现在可以领3000多块，太棒了，爽！每三个小时领一次啊，这代表说我们现在现赚了3000多块。好，我们有4700多块钱，看可以干嘛？不行，这把太贵了，买不起。好吧，那我们现在接下来就准备存钱了哈。为什么可以再买？有差吗？我们就带2颗手榴弹就好了。好，快点，我们马上开始吧，用这把枪来过第13关。Go go go！ 为什么现在这边有电脑？对对对，上一集我们在这个地方嘛，对不对？没错没错，好，然后现在面对的是会在天花板上爬行的僵尸啊，太屌了吧！这僵尸千变万化啊，好酷哦！我想说要不要丢看手榴弹，丢一下好了。去吧，哇，它是抛物线的那一种，不太妙不太妙。哦，还好还好还好。还是小心为妙啊！说真的，手榴弹的作用好像比较适合远距离的啊，那个刚刚太近了，完全没效果啊。来，第14关，敌人应该会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强。来来来来，我觉得这个游戏啊，因为它的子弹是无限的，个人是比较建议啊。优先升级我们的装弹时间跟子弹量，生存的能力会比较大幅提升啊，不然大多数都是可能会死在那个装子弹太慢，或者是说子弹数量太少，就是能够补充的子弹数量太少，然后来不及做那个反击，然后就被咬死。个人比较推荐先升。子弹量跟装填时间先把它做好，会比较有优势啊，好不好？我们继续打第15关，这一局打好快啊，基本上一天应该说一集应该可以打个20关吧，那这样子200关出个10集应该就结束了，哇，这是怎样？哇，第一次遇到血这么多的僵尸哇，开始有点难喽。越来越有趣了，越来越有趣了。我觉得会不会到时候来一个会暴走的、那种不顾一切往前冲的僵尸？应该会有希望等一下来一点不一样的这一关实在太简单了，下一关马上就可以学双枪了。我告诉你，现在1万块嘛，我们还差4000块左右。我们等他出来。这边。是这样，感冒了是不是？吃我的子弹就能医好了。他手上拿什么？拿针头不要！烤一下10滴啊！我的天哪、快点，快快快装，快装！我的子弹真的要先算好你子弹没算好，这真的是很容易被围殴啊！这边又来一只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剩最后一只了，出来哦！在这里结束，这一场多少钱？1900，还不够，还不够，至少再一场。第17关，来来来来来，立马就出来了，是怎样？我们速度要快一点，快点快，空档时间装填。又来又来，好快，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了。Oh my god！ 等一下。等等啊，我在兵分了啊！哪边？快点，先发制人！哇，这边一次来2只！快点快点快！打头伤害比较高，是不是？还好只剩一只了，可以慢慢来啊 ！Yes， 解决了，太棒了！有了，可以买双枪了，碎啦！14000先给它开下去，哇，单下伤害50滴耶，
好赞哦！那一样照惯例，我们先把装子弹数量跟我们的装填时间把，待会把它点满，好不好？哇，50伤害哎，感觉好猛哦！哇，一次两发，一次两发的那一种哎，啊，装的有点慢，需要4秒的时间，应该还行，应该还行。Oh my god！ 我被咬了。Ow！ I'm sorry。Oh my god！ 近战攻击啊！这游戏没有近战攻击。可恶！等一下，一定要先装学装填时间。出现了。啊！买啦！好险！我靠！两只，死定了！要不要丢水螺弹？应该不要。丢了，就不管了。嘿，还好我机智啊！有钱了吧？学了 2.5 秒。我看一下原本那一把多少、啊？ 25伤害，还是这个比较好，我觉得。啊，现在是 2.5 秒装填时间，先学啦。2.5 秒应该 OK 啊！快点啦，北七！完了 ！Oh my god！ 哇，我终于被围殴啦，我要死啦！好难！我觉得我先回去练一下等级好不好？不然我觉得我会死很惨欸。啊，容许我去练一练好不好？我们可以回去打这一关，我们 BOSS 完点再打。啊，至少把我们的伤害点高嘛。这还可以弄，还可以弄那个金币啊。哦！连续。连续伤害好像有加成，哇！重复打的话，金币就变少了，有点不太好的感觉、欸。命中率要不要升一下？还是升子弹数量？12发感觉不错。好吧，升这个算了，我要直接先 call boss 了，不管了，输了就算了。20天 boss round down， 来吧，直接出来啊！哇，等一下，这不对吧 ？Oh my god， 死定了！我觉得我死，哇，丢嘞！不要丢针头，我会死。不要，可以打掉吗？那针头不能打掉啊！哦，死定了！危机四伏，打不掉，真的打不掉。不要再啊！可以，好硬哦，超硬的，赢了！啊，还好，打赢了！哇，10000多块啊！我的天啊，该升了！任性时间，哇，血好多、哦，血满了，这伤害一定超屌啊！之后35000就可以买这一把三弹枪。啊，其实也可以念霰弹枪啊。好，来到了竞技场，哟，感觉它这个游戏模式都是一个循环，啊，都是一个循环的感觉。哦，这次拿比较高级啊，拿这个，这就怎么念啊？三叉戟嘛。然后敌人也变成这个了，来呀！谁比较强？来呀！打头两下就去了。哦，不要！我不想那么早死。Oh my god！ 我要死了！下去！哦，好，赚了3000块也爽啊，好不好？剩下的钱留着继续打，我们可以打到这一关。好不好？我们打到这个G级的关卡好了。好，现在我居然在丛林，
这可以打爆吗？哎、欸，可以耶、欸，好酷哦！哦，哦，这个森林里穿梭。好，我现在又坐在这个地方了啊！没有人救我，这样我被放生了，我又被放生了。啊，过了过了，总而言之过就对了。水哦，下一关还蛮快的嘛，我觉得。依照这种频率，这是怎样啊？这是会丢，这是会丢手榴弹的哦，要提早制止。不提早制止的话，他会把手榴弹丢过来，我就狙了这样子吗？呀，煞气，厉不厉害？好爽啊！来，继续第24关。哦哦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提防他们都丢手榴弹，有点远。哎、欸！哎、欸！别闹了。哦，还好。开始难度上升了。要死啊！哎，再一关，再一关，多存一点，多存一点。怎么突然在那边叫？哎、欸，累格了，为什么？突然累格了一下。你丢啥？哎、欸，哦，原来他们不会丢哦，我以为他们会丢手榴弹，那还好。那个僵尸居然都有智慧，会丢武器这样子，会不会到时候后面连拿枪都会啦？啊，会不会？哎、欸，有一个跑好快哦，剑走选手吗？剑走选手出现了，擅长那个跑步的僵尸啊出现了。太赞了，17000，我们要35000嘛，不够，来玩一个狙击战，打个狙击战，哎、欸、什么小 baby， 我们要保护这个小 baby， 哇守塔哦，哦，啊要怎么放大、啊？哦按住就它自己放大、啊，哦往滚轮往后啦，干嘛干什么？你们休想靠近他！这小 baby，Oh my god！ 不能，你们不准弄死！你别靠近我的小孩！这怎样从上面下来的？是不是 ？Triple kill！ 哦，狙击王在这里啦！你觉得没事的，也过关了，太好了！呵呵，射一下。啊，好少哦！命中率44%，没有奖励，所以才2700而已。好，可以了解了。哇，我们可以直接突破到第30关好了，好不好？打这关的 BOSS。啊，很赞哦！啊，这次又出现什么？下去下去，麦哥来麦哥来。嘿，有，再来啊，再来啊！优先解决 ，no， 哦 my god，哦 my god，哦 my god， 走开呀！ Yeah， 还好我懂得运用地形，啊，命中率，命中率还是很难看的、啊，我的天哪、啊，命中率还是很难看的、啊，哇，这地上子弹呢，好多、啊，可以捡吗？怎么又累格啦、啊？加减内格一下，这样子。说真的，远距离瞄头不是很好瞄啊。这边又来一个，先优先解决速度比较快的。好，又来又来又来，很会跑，这样子就没事了吧？啊，直接去了。哦，还有五，还有六，哎，八只，还有八只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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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开走开走开！哦，过了，可恶，我命中率一定很低。哎、欸，哇，意外的80%命中率啊！我的天啊！
等下这是命中率吗？啊，其实我也不知道，抱歉。I'm sorry。29关，来吧。哎、欸，这什么？这种僵尸群是怎么回事啊？属于比较血少，但是数量惊人的僵尸吗？可恶，来呀、啊！呀，好爽啊！一次炸爆你们四个，舒服。哎呀 ，BOSS 在了哦，刺激了哦。哎呦，这是什么？老大战？哎、欸，这是什么？哦 ，Oh my god！这什么东西？越靠近了啊！不要！呼！怎么回事？啊？哦，还要这样子啊、哦？上下劈，上下劈，上下劈！没有教学啊，就直接给你硬来啊！还要帮，还要这样子搞哦？哎，可是这样子我受伤呢？啊，为什么是直接来蝙蝠？我不懂哎。这可以炸吗？快死啊！快死了！他快死了！可恶，去死吧 ！Oh no！ 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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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还有时间限制哦！哦，没有，那是被攻击的时候，反击的时候，十秒的反应给你消掉啊！解决了。哎，阿说好的 boss 呢？18000，好多、哦。可以买散弹枪了，超爽的，1800啊！我靠，这个伤害，我有没有看错啊？18居然200啊！子弹数量停一下，1200。嗯，我想一下啊、哦，伤害补一下好了吧？大概平均一下，1200、1200、1300、1300啊，可以选其一。那我们补一下子弹好了，18嘛，好不好？打一下这个啊，不行，这一关不能使用散弹枪啊！哎、欸，这次是拿斧头、哦，而且这一场好像有 boss 的样子。哎、欸，没有，我看错了，没有 boss。劈爆你，劈爆你，搞什么东西？哪一只比较快？劈爆你，劈爆你，下去，下去，下去，走开，不要过来，走开，不要过来，两边一起来，太过分了。可恶！我难道没有什么无双大绝之类的吗？就任他们这样子虐我、哦，应该这种割草像的应该要有集气大绝流啊！完了，我要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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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 ！No！ 杀了几只？杀了16只，7000多块，赚，刚好可以学。哇，立即升满满啊！来来来，借机试一下，借机试一下。哦，人家后面现在连剧情都不给啦、啊。刚开始前面还会跟你讲剧情，说什么要去找女朋友还是女儿之类的。啊，现在这没，这怎么你跑好快哦？哎呦，这个笑声好恐怖哦！你是在笑屁哦？不要笑啊，有种正面上我啊！哎、欸，他们会躲哎、欸。就他们3只而已哦，嘿嘿嘿嘿，这样子结束了，好吧，今天也差不多到这里结束啦，还真的还不错玩啊，说真的，哦，后面开始就要70000块了，啊、哦，下一集我们应该也是照惯例，啊、哦，玩到42关，好不好？下一集我们一样是玩到42关，好不好？那今天差不多到这里结束啦。如果喜欢我影片呢，记得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喜欢，记得喜欢也按多一点啊！记得别忘记按喜欢啊，帮老头增加曝光率。感谢各位收看啊，或者是你有什么想法，可以在下方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集有机会继续玩我们的《行尸走肉》死城，拜拜。